萧亚轩和柯震东的姐弟恋已经曝光并波折不断，微博秀甜蜜取消关注，第三者插足的传闻比比皆是。日前柯震东22岁生日时与疑似新欢的内地官三代陈颖杰共同庆生，并发暧昧微博，似乎印证了外界的猜测。而这陈颖杰竟是 LY 的前男友王阳明的前女友，好像有点复杂，真相还需要当事人的口供啦。当被问及萧亚轩及陈颖杰关系时，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柯震东一反常态的冷漠起来。你是跟 Alpha 分手了吗？有吗？我看你微博上有一个女生陈颖杰是新女朋友吗？这说和没说没什么区别呀。6月20日，萧亚轩公开声明，柯震东没有恋上陈颖杰，而他与两人的关系均是朋友，并补充道一切只是很单纯的友情。而随后柯震东也发微博称，管他那些要在那说什么骂什么的人，还有支持我和爱我的人在保护我，我也会保护你们大家的。尽管 LY 澄清了柯震东不是陈世美，陈颖杰也非小三专业户，但一句一切只是很单纯的友情，这一切是不是也包括了这段亚东恋呢？相对女方的简单明了，柯震东的避讳反而引人遐想。这是像雾像雨又像风的爱情悬疑大剧，好像还差个最后的安定呀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